我旁边站了个傻逼。你旁边才站了个傻逼啊？你旁边站了个大傻逼，你旁边天天站了个大傻逼。盘点智商堪忧的女朋友。谁要赌了？你看那个小水壶，按都按不起，当时都喊你不要买它，买个银子就行。那现在还差两个用嘛，坏都坏了。你以后能个大孙子，对不对，老婆？跟你爸咋认识的？什么？你跟你爸咋认识的？我跟我爸咋认识的？嗯，我爸他妈生的我，你说我跟我爸咋认识的？你跟你爸咋认识的？谁介绍认识的？你跟你爸关系好好啊？你说我关系好不好啊？那你爸结婚你咋没去呢？他说，对啊，咋没去呢？哎，美女你好，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不可以。那我可以摸一下你的手吗？你不可以。啊，那你介意我亲你一下吗？不介意。哎，好嘞。好。我是不媳妇啊。干嘛呀？我又怕。给哥看一下合身吧，浏览。你母浏览。这上面能见人没写错母浏览。这一看就是木牛来呀、啊！50%木牛来，50%木牛来的概率，好不好？这是常识啊！你有骗我的吗？理由就是公牛被拿去做插座了。这个你吃吗？不吃。嘿嘿，太好了。这个你吃吗？吃啊！谢谢啊！骚，快摇起来，摇起来！啊，咋吃饭还这个劲呢？床摇起来，床啊，床啊，摇床啊！这是最伟大的发明啊！我去了，我老婆练出了石油啊！我去，太厉害了！干点啥都干不好，妈呀，跟破充电器，型号都不对，都插不进去。插进去也不好使，手机都没亮。别吵了啊！
事都干不明白。